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石窟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艺术建筑。当我们伫立在偌大的石窟前时，震撼我们的是它雄伟壮丽的外观。然而，走进石窟内部，数以万计的彩绘壁画与泥塑石刻造像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们出自历代神工之手，依山作画，随岩雕凿。虽然已经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却仍旧散发着无限的光辉。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来领略古代石窟石刻壁画艺术的匠心之妙。石窟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是历史的真实载体。在石窟建筑中，壁画是其多彩的诠释和韵致。随着石窟文化传至我国西域，中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艺术形态成为了西域石窟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孜尔石窟，其壁画造像就有着浓厚的西域特色，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活档案。作为中国开凿时间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石窟的236个洞窟中，目前共有81窟存有精美壁画。然而环绕窟内细观，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大部分壁画作品都深含着浓浓的欧洲风情，尤其是壁画中人物的样貌、服饰、艺术风格，都酷似欧洲骑士时代绘画中的人物。位于甘肃省的敦煌壁画，则是中西合璧的进一步体现。敦煌的莫高窟始建于公元四世纪，比克孜尔石窟晚了将近100多年。莫高窟在创作上延续了西域石窟的风格，不同的是，敦煌壁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融入当地文化，加入了些许民族元素。如画中人物有的身着中原汉装，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加鲜明。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壁画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作品，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跨越年代之久远，举世罕见。然而从北朝到元代，没有哪幅壁画留有署名。后人分析，敦煌壁画创作者可能都是普通的画僧或者是画工画匠，默默无闻，无迹可寻，因此我们称他们为无名的匠师。那么这些无名匠师创作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让后人至今仍如此为之着迷呢？这主要得益于那些石窟壁画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充分显示了色彩的高度感染力和表现力，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特别是在初唐、盛唐那100余幅经变画中，从人物到动物，从山水到装饰图案，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色彩晕染，使宏伟构图场面中的人与景达到了协调统一，取得了热烈灿烂、富丽堂皇的效果。不同于敦煌壁画强烈的色彩表现，有着草原敦煌美誉的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寨石窟，其壁画有着重墨轻色的艺术特点。阿尔寨石窟早期的壁画采用中国绘画中典型的散点透视手法进行勾勒，将工笔重彩与一笔山水进行完美结合。如第28号石窟中的成吉思汗丧葬图，壁画人物在树木、山水的映衬下，用流畅细腻的线条缓缓勾出，颇写随意，酣畅淋漓。这样的描绘手法更注重主题的表达，展现出工写结合的壁画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人文历史和壁画艺术的宝贵资料。这些历代壁画充分展现了能工巧匠们的精湛画技，同样也作为古代石窟文化繁荣的象征。当我们感叹这些神来之笔韵味的同时，也心生疑问，我国的石窟壁画艺术大多集中于西北荒漠地带，呈现出北多南少的态势，这又是为什么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燥，气温偏低，普遍适合壁画颜料的长期保存，但环境因素的影响并没有阻碍石窟文化向南延伸，岩刻逐渐成为另一种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
像洛阳的龙门石窟、四川的大足石刻等石窟，都是以石刻艺术闻名于世的。石刻与壁画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却都同样代表着石窟文化，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北魏是石刻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代，在这段期间诞生了一座极具代表性的石窟，那就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两岸的龙门石窟，现存造像十万多尊，是一座呈现不同时代石刻风格的艺术精品宝库。这其中北魏和唐代的造像数量最多，二者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格调。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倾向式的艺术风格。细细观察这些人像，只见他们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而唐代的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人像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洞窟中，以规模宏伟的卢舍那象龛群雕最为著名，其头部饱满秀丽，雕刻丰腴圆润。据说当年的工匠有意将武则天方仪宽额的特征融入到造像当中，使之显得更加雍容大度，气宇非凡。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当朝风俗文化，创造出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风格，达到了石刻造像艺术的又一顶峰。龙门石窟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盛唐最具规模的造型艺术，然而却在唐武宗年间逐渐走向了衰落。之后虽然有南方大足石刻的崛起，但其他地方自此未再开凿过任何一座石窟建筑群，大足石刻也因此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如今几千年的喧嚣已经归于平静，但那些色彩斑斓的石窟壁画与巧夺天工的石刻造像，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彰显着古老石窟文明曾经的峥嵘历程，见证历史行进的脚步。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内藏玄机，偌大的卢舍那大佛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南宋高僧究竟为何要雕造万座石刻造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又与深山密窟有着怎样的关联？古往今来那些前尘往事能否被世人所知？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石窟掠影系列之前尘往事。